来，下午好，欢迎准时收看表弟好主义现场的直播啊。Hello，Hello， 你们好。来，表弟正式开始来。Hello， 表哥表姐，下午好，我是表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看看我们今天煮什么？啊，鲨鱼啊，有鲨鱼啊。你看我今天我没有买菜，我没有去，因为我鞋柜很多东西要清掉它。啊，第一个我还记得吗？有人送我猴头菇，我就是放在了。那猴头菇当做我今天把猴头菇当做是鸡。鸡肉啊，你这是啊，鸡肉就是冬啊冬对猴头菇啊，对冬菇焖猴头菇啊。好、okay 啊，我们用生菇啦，啊不用蒸啊，生菇直接。这个不用蒸的是吧？啊，这个是生菇来的。好，啊，刚刚进来焖的是配这个料，然后配这个料，这个是一道菜。好，这个是属于素的，还、啊、素食的。好啊，那这个是拿来做啊？宫保的配料是吧？对，宫保的配料辣椒干啊。对，第一我用70度的热水啊，六七十度的热水烫它啊。OK， 这是鲨鱼肉啊，刮掉它呢，对，所以是这个鲨鱼真的很好吃。那天是你姑姑送我的，他整条送给我，哇，有这么多。所以鲨鱼之前我也煮过啊、咖喱鲨鱼头嘛，对不对？咖喱鲨鱼头你跟着我的formula这样煮，不只是要鲨鱼头啊。咖喱其他的鱼头都可以，用那个只是辣啊，叫印度咖喱，没有椰浆的，这样煮很好吃啊。再下来我煮过炒咖喱粉，鲨鱼我曾经买一只小小条的鲨鱼，那个时候整20块一条，我来炒咖喱粉。那今天我们炒宫保啊，宫保鲨鱼肉，为什么有宫保啊？辣椒啊，这三个鲨鱼都煮上辣椒啊。那主要目的是我炒咖喱粉的时候，我有放黑醋。鲨鱼是比较腥味的，但是这个鲨鱼不会很腥，这个是黑刺鲨特别好吃，它肉特别好，口感很好。然后它的皮很，如果没有鲨鱼肉、什么鱼肉、如果是鲨鱼这样煮啦，其他肉也可以，宫保你可以宫保鸡丁啊，宫保鸡块啦、宫保虾啊、虾球啊，对不对？宫保牛肉啊、宫保猪肉都可以的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说有叶子餐啊，今天也有叶子餐，双姜。第一个是老姜啊，这个老姜配这个什么姜？这个蓝姜啊，蓝姜是很硬的哦。双姜配蓝姜 这个是双姜，这个是两个姜啊，蓝姜跟双姜。OK， 蓝姜跟双姜啊。蓝姜不是蓝姜跟老姜，蓝姜跟老姜啊，双姜。OK， 那我来炒猪肉。那猪肉我是没有买，我是这个是那一天买到。来到了，还有这些冰。表弟下午好，正在分手。分手总是在下雨中啊。分手你应该讲拼啊，因为最好的还在等着你啊。还是应该是写错了啊，分享啊。分享啊，谁要分手啊？所以分手没有什么吗？没有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而不能活的，不是，没有什么。好，你要讲拼啊，因为下一个最好的在下面。在下面等你啊！我觉得是写错了，写错了。OK， 那个这个是猪肉呢？猪肉对，猪肉我们就觉得这个是瘦肉啊，瘦肉来的。瘦肉我们就是今天我们要切肉片，来把它切成肉片啊。我很少在现场切肉片的啊，主要给大家看看我这把大火量啊，轻轻刮刮干净啊。OK， 这个猪肉啊，你记得要放雪柜冷藏下。不用了，如果是。你这个不是冷藏吗？所以我是冷藏出来，因为是比较有硬性啊。比较的，好像我这种是没有冷藏都不用提，对我来讲。来把猪肉啊切成片啊。猪肉片，把猪肉切成猪肉片。来，下午好。这个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啊。猪肉有根啊，这根是比较硬的，我们可以不要了，可以切掉它。好。如果你说根有的不要。这个可以，鲨鱼小孩子吃是狠的。以前老人说不久要一次煮鲨鱼。
什么是失衡的？写漏了字吗？热哈，很热啊。OK，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叶子餐啊。叶子餐。作业餐啊。你可以买梅肉啊，这个是假梅肉，这属于假梅肉的。假梅肉啊？这个好像是属于，这是上肉了，上肉。那上肉是那里了吗？皮骨上面的块肉。屁股上面一点呢、啊，猪屁股那上路、啊，对对啊，臀部，啊，去了这个，那么我切了这个猪肉，我们就切什么？切这鱼肉，我们把它切好像，好 ，OK， 任何鱼都可以吗？不一定要杀鱼冻的啊，对，任何鱼都可以的，我们切一块，切一块啊，你一块吗？嗯。你看你多切成一块一块啊，拿这一块。这里有个中间有个骨了啊！我相信很多人不吃鲨鱼肉啊。不是，鲨鱼肉身真的很好吃。那大小块。切啦，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啊。啊 ，OK 了。嗯。说、没有试过宫保口味的海鲜啊？嗯，没有试过啊、这个可以的，宫保鱼片吗？还是宫保鲨？不要太大块就切二喽，啊，这个也是。Hello， 下午好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开始做这个宫保鲨鱼啊。嗯，鲨鱼。OK， 我们先把鲨鱼肉啊，这是鲨鱼肉来的，所以切成一块一块啊。那骨不取出来吗？那骨？不取了。用起来。它是大骨的，快了。表弟，你的刀在哪里买？表弟有卖啊。这把刀，这把刀是，这个把刀是我有 OEM 的，那表弟的一个品牌。不过，它是德国干来的，这把刀真是好刀。来，现在我们做的就是第一，我们猴头菇对，我们先。我先做素菜先啦。做素菜先啦。好，炒素菜先。那猴头菇啊，是当成是肉类啊，鸡肉啊，当成是鸡肉啊。来准备水啊，等一下穿烫对吗？对。来，我们这跑来这里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这样的啊。哎，我正是耶，下去拿鸡蛋。鲨鱼肉啊，好吃又没细骨啊。对啊，骨是大个的，大骨哎。鲨鱼肉是，其实鲨鱼肉很好吃的，要买到对的鲨。鲨鱼很多种，鲨鱼有多少种啊？我哪里知道有多种？昨天你妈妈在找鲨鱼啊，那鲨鱼这么多种啊，当然了。来准备一个蛋啊。一个蛋啊。那么我今天如果要腌肉啊，腌到好吃的肉啊。啊，鲨鱼肉炒咖喱粉一级棒啊！我们腌肉啊，那腌肉啊，这里啊，如果有腌肉啊，如果你有姜汁的话，你 OK， 那放老姜啊，中碎了啦，就是姜汁啊。啊，这姜的这个就挤一挤一下、啊，对，用手挤一挤就好了、有点姜汁，如果有姜汁啦，我们放来撒一点胡椒粉啊，胡椒粉啊，料酒，来料酒啊。一点点就好啊，对。所以我们只是姜汁、胡椒粉、料酒，然后茶少许盐对吗？对，茶少，糖少许，糖少许，盐少许 ，OK， 少许，好 ，OK， 我们可以加一点麻油下去，也是让麻油的，还放点麻油，茶少许。那我们鸡蛋，我们要蛋白啊，就这样的腌法啊，那猪肉就每次的腌法都不一样啊，有时候是酱青。当然你要我们说一般上我们做你有吃味精，你放味精了没有？我们放少许，少许的嘛，一个鸡精粉。那我们放一茶匙的鸡精粉。没有啦，少许的鸡精粉。三分之一啊，很少。我都不懂你要讲剂量啊，三分之一的茶匙的鸡精粉啊。Cook咖喱 also nice 啊。呀，咖喱我们煮过了，现在我们要煮另外一道啊，宫保啊，宫保虾。来，我们来这个猪肉啊，猪肉啊，我们来腌一些，腌一下先。腌一腌，然后拿放一边。啊，等下这猪肉啊，这猪肉啊，你要好吃啊，是拉油是很好吃的。
你现在是准备要拉油啊？拉油来炒那个。当然，如果是叶子餐的话，你可能就不拉油，你是借炒喽。来，鲨鱼肉炒咸菜和番茄一起放啊。哇，这个肯定会。还有谁没有吃过鲨鱼肉啊？谁没有吃过鲨鱼肉啊？放个笑脸看一下。我相信在场的，你有吃过吗？有，小时候有吃过。小时候很喜欢吃。交多少钱？还没有进来啊？还没进来。还不知道价钱呢、啊。半汤匙。来半叉匙的，来半汤匙的那个木薯粉呢、啊？来搅拌一下。但是有一些没有吃啦。有啦，就有人不吃的啦。嗯。昨天你叫那，你说 baby shark 就没有人要吃了。baby shark 嘛，真的吗？这样可爱，你去看那鲨鱼来吃。来放一点生油啊。啊，放这个生油。姜的肉就很好吃，姜的肉就很好吃啊！啊，那蛮多人没有吃过，是不会煮。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煮，不知道怎样来煮好吃的炸鱼。Daddy, you are good. Every time give us idea what to cooking. Thank you. 姜的肉啊，你腌牛肉可以这样子。当然，如果腌牛肉的话，你要放苏打粉啊。牛肉比较硬一点、啊啊、对，又要放苏打粉，要放一点点水下去。鲨鱼肉煮汤也是好吃啊，鲨鱼肉要会处理啊，要会处理，很腥味，对对对，那个汤整个煲汤泡汤了，对真的是泡汤了。好，这个是等下我们要拉油的，这个我们放旁边先。好，我们放旁边先，我们来腌制啊。现在我要煮这个，我放猴头菇下去下水。来，我们现在是在把猴头菇放入进去啊，放汤。为什么像叫猴头菇呢？像不像猴子的头啊？那个毛啊，都这个猴头菇啊，我们是做那些素食的鸡肉啊。嗯，来，这样我们要看的第二个我们要腌的啊，这个腌的是鲨鱼啊，鲨鱼因为鲨鱼也是要拿去拉油的炸一下，也是要一个蛋的啊。对啊，这个是刚才蛋剩下的丢下来了。Okay, 来，好，你有换就一蛋了。比较多了，我放一个茶匙的糖，一个茶匙的糖，啊、我们半茶匙的，半茶匙的，啊、来半茶匙的盐。半个茶匙的盐，一茶匙的糖，胡椒粉，来撒大量的胡椒粉，少许的胡椒粉，蛮多的。啊 ，OK， 我们等会儿我们可以放点麻油下去，这也是给少许的麻油啊。对，这是一次盐，也是一样，盐几乎腌法是一样的。来一个汤匙的料酒。你可以放半茶匙的半茶匙的鸡精粉，我们来搅拌搅拌。啊，亲手和啊！等一下我们有那个叶子餐啊。嗯，现在我们是边腌制和边煮这素食啊，说我们的猴头菇在正温前啊，嗯，说要穿烫一下。这个鱼干啊，这鱼干我说是真的。那也是鱼干哦，这个是鱼干，我、哦、是好吃啊，它这个好吃。这个我应该不会吃这些东西。OK。想不到还会拿那鱼干来吃啊！那这个鱼干是好，他说宝来的、啊，宝来的这个、嗯，他说很宝。怎么不用来腌制啊？直接分开煮了。没有，那些稍微。来，大概一个汤匙的木薯粉啊。放多一点。再来多一点啊。Shark fish no easy to buy 啊。你要买的好，你要买黑刺。Famous, 如果你们去到巴萨了，看到有黑刺。黑刺鲨鱼，你就是去买就对了。还有他们讲有鲨鱼肉接力哦，有听过吗？有一道菜，九州狼的那个菜。九州我没有听过。没有听过啊。可以改天有没有相片拍给我看一下？有 photo 你可以 show 给表弟啊。鲨鱼是我最爱啊，我多数是炒芹菜啊、辣椒啊、姜丝啊。这次我们是菜那个宫保呢。宫保鲨鱼肉啊。这个等一下我们用来鲨鱼干，鲨鱼干啊，鲨鱼的干来的。怎么要放内脏呢？没有，这个是另外。我突然很不想吃这道菜。这个是好吃的。这个等一下我们。你表弟讲的那个鲨鱼干特别好料啊！哎，我们的取出我们的猴头菇啊！
穿烫过了，猴头菇。再烧啊！啊，其实眼看都像一些钙细哦，有没有看到？鸡肉丝啊。我们把它当做鸡肉咯。啊。啊，素食嘛，素食你，素食有时我们要吃，这个是素食，有时我们都知道，素食我们好像坐月子的时候，素食怎么办？也是可以吃的、啊。表弟直播失踪了好久，表弟没有失踪过，我们连续200多天了。今天是216天。啊，今天我们连续直播216天啊。对对，还有149天，我们就是收档了。收档啊，不要讲它收档难听了啊。我们就是创造一个奇迹，一年啊，金盆洗手。坦白，不敢吃啊、哦。艾米跟我一样啊，我也是不敢吃啊。来，我们因为要炸啊、哦，我们换点面粉。Don't put liver bitter, see you later, 有点恶心。我们放点面粉下去。来，我们放那个 all purpose flour、就是面粉啊，乌龙面粉啊。Shark fish jelly is cold dish, 是冷盘来的，冷食来的。它是用 jelly 和那个沙鱼肉啊。来，我们是放那个面粉啊，放点面粉在那个猴头菇上啊。特别给它有粘稠吗？放面粉是主要目的，它有粘稠吗？给它有贴性啊！有粘住了、那个。我最爱吃椰子山。粘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啊撒一点木薯粉上去啊。对对。我们除了上木那个面粉，还有上那个木薯粉啊。来，喜欢椰子山，请守候啊！这个你一定要必学的、啊。主菜类啊，准备功夫羹类啊。这个表弟已经习惯了，216天，表弟真棒啊！谢谢你们的支持啊，是大家的支持啊，如果大家没有这样的支持，我没有可能会做216天，早早就没有了，对吧？哎，有网友讲今天是217天，你有没有算错？3月25号吗？3月25号刚早上我算了啊，210啊，没问题啦，受潮了，365天我会通知你的。今天表弟剪的头发，前天剪的，他已经剪了一段时间了，对对对。来整那个热油啊，所以我们就是要炸这个猴头啊，炸到它就像那点，然后我们炸了当鸡肉炸了，我们来鸡肉是拉油吗、我们炸到好像鸡肉这样的，我们炸到像鸡肉这样、然后来焖就很不同了，那还油还没有热，那油不热嘞？刚才忘记开火，阿哥你不会看你的油吗？我知道我还没开火。鲨鱼冻啊，那道菜叫鲨鱼冻啊。OK， 用鲨鱼来做果冻啊，好像超级恶心这样啊！用鲨鱼来做那个果冻，怎么吃啊？中华美食就厉害的在这里了。我不懂哎，我难以想象啊，鲨鱼都做果冻啊。表弟可以做那个乱坤什么乾坤啊？乾坤打死猪八戒。我乱棍啊！乱棍是乱棍，我们也做过啊。头发剪了4天，哇，厉害啊！他剪了几天你都知道啊。来，我们炸这猴头菇啊，要给它像那个鸡肉这样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只是沾了面粉和木薯粉啊，所以直接来炸。OK， 现在我们要做了素菜啊，我们就，但这个我们素菜我不知道，坐月子，素食者可以这喝酒吗？那个。不可以的，讲了很多次了，表弟、不懂啊！你每次要做那违禁的事情，是吗？不，所以那当然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这样做呢，我没有的话，我素食者不能放酒啊，很明显，讲了很多次。没有，它是保健就可以，有讲过保健就可以。医疗啊，因为坐月子的需要吗？强化吗？这样你要针对的话，那么你不是做咯？像我是这样的，你们像你这个不可以讲是月子餐啊，哎，不可以讲是这个是素食。菜啊，素食菜来的，但是说，如果你坐月子，你可以这样做吃的。来，我们换油。来，217天，谢谢你帮我们去计算啊。我是217啊，早上我。10月10号是200天吗？哦。今天27号是啊。姜片呢？
我们姜片放下去。来，几块的姜片啊，放进去啊。今天我们买了菇来去。来，生菇放进去啊。其实这种生菇哦，用洗的，你慢慢一下就可以了。OK， 用来慢就好。咸菜炒鲨鱼肉非常好吃啊。啊，对对。还有啊，我还有鲨鱼啊，改天。现在人很少吃鲨鱼肉了，就是比较上一代的人比较爱吃啊。现在人不懂得吃。就是不懂得吃了，因为没有人煮。对呀、啊，要绝种啊！不是绝种啊，是没有鲨鱼是被保护了动物之一的。啊，一次就不吃了，我们就要精分洗手啦。我们这些是来不会煮啊，自从看了表弟教煮啊，现在我学会了很多表弟做的菜和学会调味啊，天天支持表弟啊。我稍微给它炸，比较脆一点。好，给它炸脆一点。OK， 我们可以当成药啊，但只能四个月而已啊。来，我们的放那个素食的那个蚝油啊，一个汤匙啊，素食版的蚝油一个汤匙。过了两个星期就可以喝酒了。当然，如果你说做叶子汤的话，你就姜片放多一点了哦。来，有看到吗？我们的红萝卜炸到好像鸡肉块一样啊。啊，鸡肉块的是我们放下去。它就是很像细水，马上细水。那干了放水啊，就细水啊。啊，干了它就很像细水了。放点水。来，可以放酒 ，optional 啊。来，我们这萝卜片啊，放入进去啊。这萝卜切的什么？太阳花。啊，对。太阳花哈、啊。菊花。萝卜切成像什么？像萝卜片哦。鲨鱼很难杀。叫鱼佬帮你杀啊！来，继续放入少许的水啊。OK， 我们抹一点蘑菇粉。来，准备蘑菇粉啊 ，mushroom powder。今天卡哦，我们没有卡，一茶匙下出去再进来过啊。一茶匙的蘑菇粉，一茶匙的糖，然后再一茶匙的糖啊。闷一闷，搅一搅先才来闷啊。对，我们放老抽，来放黑酱油，老抽啊。半汤匙的对吧？没有的，还没有到。这个一茶匙的老抽啊。表弟好主意，按直播 Q 失踪了。我们没有失踪啊，我们就有点陪伴着你啊。奶油鲨鱼好吃，哎，我比较喜欢奶油口味啊。其实奶油哦，你来做什么都好吃的。OK， 四味套下。佛酱啊，差一点。差一点，来，我们放那个荷兰豆，差一点，我放生抽 ，OK， 差一点它，你看一看，我没有放，我这次看放生抽啊，酱青，是吧？一个茶匙的酱青啊，蘑菇粉是什么牌子啊？你的那个梨味不打算放吗？没有，我的梨味什么梨味？来，三二一。OK， 放上去。OK， 来马铃薯粉啊，勾芡啊，过来。我要你要掺一点酒下去。OK，optional 啊，如果是完全不要酒啊，就不要放啊。他现在放那个黄酒啊。来，继续马铃薯粉勾芡啊。有下酒吗？刚刚下了。我们刚刚放两汤匙的黄酒啊。那么如果你们要如果做叶子的话，你们可以姜切多一点，那就我姜放的不多啊。蘑菇粉是咸的吗？咸的。所以蘑菇粉是咸的，蚝油也是咸的，所以我变成我刚才有酱青，最后我再下一点啊。要试味一下才下。表弟，你的书出了吗？还没有，是叶尾吧应该。还在做。是叶尾啊。我还有20道菜还没有煮嘞。这样的焖法，以后要去买这个猴头菇来煮啊，
自煮啊，哎，超级有口感啊，它口感不错啊。其实我们很少吃素哦，但是吃了胡萝卜，哎，来，原来胡萝卜蛮好吃一下。OK。海鲜我们要做。所以你如果不要放黄酒也是可以啊。可以的，哦，真的呢。你吃素你不要放哦，你如果没有放，我说，如果我是说，如果你因为它这个也是叶子汤的，那啊，叶子汤也可以这样，叶子汤你放多一点姜，姜爆香它，然后放酒去焖一下。其实以前我们看哦，因为我太太作业啊，我就我妈妈煮啊，煮来煮去就是兔子肉。那肚子肉啊，炖啊，炖药啊，炖鸡哦，炖鸡，等一下就那个，一直吃鸡啦，天天吃鸡啊，天天吃鸡，你知道一个月天天吃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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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是这样啊。我不大会煮菜的我啊，不大会煮菜的我，昨天煮了番茄肉丸汤，两岁的女儿说 ，yummy，yummy， 我很开心，也谢谢表弟啊，谢谢你尝试啊。没有，你 follow 位置了，跟着。Is it easy to get this kind of mushroom？ 哎，可以容易买了，就是进书店就容易买了。它是 monkey head mushroom 啊，蒙叶。我看多换多一点，来，换多一汤匙的粉，来再上。木薯粉啊，现在我要去炸这些鱼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炸呢。对，在等油热的时候，我们调一个味好不好？它调一个种味，味道种味。请问要怎样让猴头菇不苦？谢谢。不苦啊，猴头菇有苦啊？不然我买遍的，我那个不是买遍，人家送给我的，不是我买的。遍的那个自己，我看到猴头菇，我还要去炒一下怎样处理，改天我跟大家分享怎样处理啊。买不到高山黄酒，你可以上网买啊。OK， 高山黄酒，我建议你今天12点过后才买。为什么？他有配套送。好。他有售票，因为双十一嘛，他有告诉我啦。现在都不是双十一。他明天开始，28号开始，所以不要买先。好。看表弟直播好开心啊！谢谢。来，我们再看调味啊，在那个油很热的时候，我们调味一下。OK， 陈醋放那里，陈醋，好、哦、来，我们来调味啊。所以我们这沙一是沙一很沙一，你要腥味的话，一定要有酸味的酸的味道啊。两个汤匙的陈 醋，对，没有，如果没有这个牌子的陈醋换，其他的都可以、啊、醋就可以了，什么醋都可以啊。两个汤匙的醋就好啊。对的。请问表弟干的猴头菇可以这样煮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来，糖两茶匙啊，两茶匙的糖啊，可以啊。干的猴头菇这样煮啊，来料酒，来料酒，一个汤匙的料酒，老抽，来黑酱油，很多人没有看过这个猴头菇哦，老抽一汤匙，一个汤匙的老抽啊，生抽 ，Monkey head mushroom is from thing of fresh or dry from China。哎，海鲜酱青，你没有海鲜酱青，你就酱青啊。一个汤匙。不到一个汤匙，三分之二汤匙啊。来，你的这个猴头菇是哪里来的？是罐头哎、啊。冰包装啊。包装的。我们是冰冻包装。冰冻包装啊。嗯。frozen 的是吧？frozen 对。这。新加坡可以买到猴那个高山黄酒吗？不晓得嘞，好像可以啊。因为酒要酒，来，我们直接把沙溢肉啊拿去炸、啊。高山黄酒在马六甲买不到，你可以上网买啊。如果真的是找不到，你们可以去 Shopee 买啊 ，Shopee。他明天我会做一个 promotion 的、啊，因为双十一嘛，到11号。我直接到11号。来，沙溢肉直接拿去炸、啊。表弟可以煮冷蛋鸡羹啊，答应你啊，冷蛋鸡羹。来，它的酱料啊，加入少许的热水啊。OK， 刚刚加了一点烧水。
油下去，油就要下去，油不要马上去挂它哦。油热热下去，不要挂它，不要马上去挂它，不要马上。为什么？给它鱼干身，不然你弄下鱼都脆了。鲨鱼肉很，鲨鱼肉很柔的，很幼，很细的，所以这一下子就很柔啊。这肉很柔。想不到这样凶猛的鲨鱼啊，竟然有这样柔软的一面啊。其实鲨鱼是不会攻击人的，它是怕人会攻击它，它才会攻击人啊。来，我们放一茶匙的鸡精粉。来，一茶匙的鸡精粉，放入那个总酱啊，可以未来一个礼拜煮2到3天，不要抛弃我们粉丝，期待期待啊！那以后的事，百多天后的事情，我们不要去想它先，我们先搞点想现在的事啊。嗯，我的是干的，不知道怎么处理啊，干的怎么处理？我是刚刚学你他没有 idea 可以教你啊。我不曾煮过这样的东西，我是刚刚。人家拿来一包酱来送给我，才会再来煮而已。等一下啊，又有人来乱啊，每一天炸不健康啊。嗯，我们是炸了再来焖啊。家里你我也是来焖的，这东西 go to frozen shop or vegetarian restaurant cost less than 40 ringgit a pack。 好，给它炸，这油要热它下去，不然的话它肉上好，给它炸得干身一点哦。鲨鱼的肉很软，再炸多一轮啊，再炸多一轮就可以了，炸两轮也可以的。好，我们炸两，决定我猴头菇是先要浸泡在水中吗？啊，这个买我真的我买回来穿烫它，我们直接穿烫就是了啦。因为我还有网友说猴头菇要泡水啊，浸了水要换啊。要浸几次才把水倒掉啊？哦，这个我还不可以。这个我们没有试过，我们是不生的。我还不会啊。其实好像跟普通的菇这样处理这样就是了，那只是要多几次的浸泡啦。表弟，请问猴头菇怎么洗？他是买 frozen 的啊，他没有 idea 可以教你啊。我现在还不会洗会啊，我要改天我去找一些资料。我一定要买一个生的猴头菇来学习一下。OK， 我们炸两轮啊，所以你看，我们不要去炒它，你看那个鱼就炸到一块块啊，漂亮了。来，所以我们把鱼块啊再炸多第二次啊，非常鱼块啊，炸两次就是我们炸两次就两次鱼块啊。刚刚煮了表弟师傅的鲜鱼煎饼肉啊，好吃啊。头菇是一道上等的菜肴啊。所以他们好像是素食馆有卖，药材店也是有卖啊，猴头菇。高山黄酒药材店有卖啊，奈迪奈有卖，奈迪奈有卖啊，啊，这样方便了，99有卖啊，99，煮清淡一点，以前的老人家说，小孩子不开胃啊，吃一点东西，煮鲨鱼肉给小孩，然后小孩就开胃了，就吃东西了。这么神奇，等下我给我孩子吃鲨鱼肉啊，我也要吃鲨鱼肉啊。热聊我们再放下去炸。表弟的成功全靠米奇的功劳啊，对，很会解释，谢谢。厉害，他厉害了。来，我们来炸第二次的那个鲨鱼啊，主要是让它更脆啊。嗯，更想炸得脆。嗯，啊，我们这个刚才我试了，糖还不够啊，我还加多一汤匙。哎，糖不够啊，加多一茶匙的糖。OK， 再继续加糖啊，加多一茶匙啊。甜味还差一点点哦，再加一点酱青啊。等一下晚一点会写食谱啊。一茶匙，如果没有浸几次，猴头菇就会苦啊。哦，原来是苦味，你是浸泡不够啊。OK， 这样可以了，你看炸了差不多了。表弟很喜欢炸啊，觉得不健康啊。我们炸了过后是要拿来去焖的，拿来炒的啊，不是炸了干蒸来吃啊。东西有时炸的东西哦，特别好吃。但是我们炸了完油，好像今天的油用了，这个油不要了了，不打算要了。OK， 炸过了鱼虾的啊，那个味道是很腥啊，油。嗯，这油不打算要了啊。OK， 这样 OK。 因为我炒宫保，你不炸的话，你鱼肉下去了，等到鱼肉碎到完，你要知道原理啊，为什么我们要炸呢？因为我们是要做宫保啊，没有那个鱼啊会跟你谢拜拜啊，
散掉啊，他去炸那个鲤鱼，这个是鱼肝啊，鱼肝放个油叫什么？鱼肝油，来拿鱼。猴头菇是用什么材料做的？它是一种菇类啊，菌菇类啊，菇类来的。它不是用来做的，它就是长成这样子的，样子很像那个猴子这样啊。炸了煮啊，特别好吃啊，对。OK， 我们差不多炸到它熟透啊，熟透。那你不熟透啊，你要炒一下。你我们炒，等下炒是很快的，我一定要炒到熟透。来，我们把鱼肝油取出来啊。对的，鲨鱼能增加孩子的胃口。哇，原来这样神奇啊！猴头菇要浸泡三次啊，每次三十分钟啊，为的是去掉细沙和苦味啊。谢谢你给的知识啊。对，有高人在这里哦。来，这个是马铃薯粉啊，公车粉，准备要勾芡用啊。Fried shark fish is nice. Thank you. 鱼肝营养成分高啊。来，三个茶匙的那个四个啊，四个茶匙的呀、啊。不是，那个是水掺了水的，其实是一个汤匙的。一个汤匙的那个马铃薯粉啊。对。好。炒锅电炉可以用吗？可以啊。但是你要有一个准备啊，不要太大火啊，中间会焦掉啊。米奇好冷啊。来，我们。宫保的配料啊，就是有那个蒜米和姜片放入进去啊。蒜米我们没有切的啊。我一边看直播一边吃惠荣椒的马铃薯泥啊，哇，那个很好吃哎。鲨鱼肉小孩干生吃的会开胃哦。来，你儿子吃多一点喽、哦。来，这个我们有。OK， 来有一个是onion。大葱啊，今天我做的萝卜糕非常的美味，谢谢表弟的分享，谢谢。来，辣椒干，有些食物是必须要炸的，对啊，没有话那个鲨鱼会散啊，那个肉啊，你不炸的话鲨鱼一定散的，那时候我又可以笑他了。宫保鲨鱼有醋吗？有。OK， 我们放了那个青灯椒。宫保鲨鱼有醋，因为它吃醋啊。民以食为天啊，不管是炸不炸，先吃了再说吧。来，鲨鱼都放进去了。来，我们的总酱。今晚整盘给你孩子吃啊，要跟他讲这个是鸡肉啊，忘记吃辣了吗？为什么他不敢吃啊？我跟他讲 baby shark 啊，自己不要吃，来唱个听 baby shark， 我会不会唱哦？请问蛋奶的英文叫什么名？蛋奶英文名叫什么？问问粉丝，你用叫粉丝来搭啊？啊，这个如果我看到是不够黑啊，你可以放多一点黑酱油。这个不是黑酱油啊，这酱青黑的、啊。哥，我才搞错。你看到黑色就拿。来，我们上色啊，黑酱油啊。啊，你可以加多一点。黑酱油啊，颜色因你而定啊。Shark eat human, you eat shark. 哈哈，其实鲨鱼很少吃人啊，一年啊都不到十种啊。只不过我们看太多那种鲨鱼戏啊，你感觉到鲨鱼杀很多人啊，其实人杀鲨鱼更多，因为人其实有下河海里面的鲨鱼啊，就是它的视力没有这样好啊，只是你的那个动作太大啊，他们就以为有东西要攻击它，它就会来伤害你啊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可以试一下，有腰动吗？我觉得很香哎。You eat shark? Oh my god! 啊，
这个你一定是没有看过嘞，真的是看那个大蛇欧尿啊你。这个一定好吃。OK， 来这个沙鱼啊。现在如果你本身不懂得调，而且我们都说哎讲炒的好吃哦，你知道那方法，其实宫保就将来煮一定是好吃的，它味道就吸进去啊。这个如果有腰豆是一流啊，腰豆有一流，没有腰豆也是一流的，哎、腰豆只是配料而已嘛。哦，哎，宫保沙鱼肉啊，嗯，小孩子冒冷汗，自杀鱼肉啊，可以煮粥给。可以治疗啊！哇，鲨鱼肉原来这样强啊！大家，你看啊，刚才那些鲨鱼肉哦，如果你不你的方法不对啊，你炒不出这样的一个味道就很腥味啊。那个第一那个口感咬下，现在我们这样炸了哦，它脆嘛，咬下去啊，咬下去，你像我们也是好像马鲛鱼啊，马鲛鱼对，马鲛鱼有煎到了香香哦，那咬下去有点。有点硬块这样的啊，这样的口感，然后又有辣味，对，你们可以试一下啊，这个辣中又带一点，配干锅啊，带点酸，酸中又带点甜。宫保好吃是这样哦，它辣有带酸，酸中带甜，啊，甜中又带一点酸咸味。来，现在我们来煮了，就是叶子餐啦、啊。最近它上瘾了吗？几乎每一道都会有叶子餐出现了、啊。大家学上来以后，你的媳妇啊，或者你自己作业自己煮也是可以。你的女儿啊，啊，你帮她作业的时候，你可以煮这道菜啊。其实不一定要熬叶子餐，不一定要作业才吃的。啊，平常我们都可以吃的。Can use chicken? Sure.其实这宫保根本就是用鸡来做的，我们只是换酱炒也是这样的做，鸡肉也是这样腌，酱汁也这样调就对了。好 ，OK， 因为我要拿一点姜汁出来，来用这盘，我们是用老姜啊，挤姜汁出来啊。看到大家都饿了，OK， 我们拿姜。我要姜汁，因为姜汁等一下。OK， 我们用老姜挤出姜汁啊，然后会配那个蓝姜啊。今天姜会比较多，因为都是叶子餐，这是很适合做叶子来吃的，补身体啊。如果身体太寒的话，你可以这样子考虑煮这样来吃啊。平常啊，寒底的人。体质寒的人可以试下煮这样来吃啊。我是寒底的。是。我是寒底的，每次我吃啊，我黄酒鸡丸，你将证明你是寒的。Okay, 你如果是热底的人哦，那个量温度你也是36度。你看 ，OK。哎呦，最好的没有放下去哦。你看，也是讲话，你看。这个不要放了，这个。不要放了，这个鱼肝油我忘记放进去，好在没有放了。不要吃太多鲨鱼啊，因为鲨鱼要绝种了。是受保护的动物之一吗？受保护就不能卖、啊。请问表弟，滑蛋和瓦蛋河怎样煮？你可以看之前的视频啊，他有做瓦蛋河啊。来，我们来放油啊。瓦蛋河很多人问我果条要不要洗啊？果条不可以洗啊。果条是没有洗啦。来，我们放点油，原因是我们要拉油啊。所以如果你觉得油很多，你就拿来煎哦。你用来煎，如果你不想要煎，也不要拉油的动作，你直接来炒了。好，鸡肉要腌过吗？肯定要腌过啊。你可以用它的基本的方式来腌过就是了啦。你用腌猪肉的方法，用刚才鱼也是可以啊。放点盐 然后放一点料酒、鸡精粉。啊、这个如果你要、啊、你要你的猪肉这样炒是白色的，那么如果你要比较有颜色的话，你就放一个黑酱油啊，就是一茶色啊，给它猪肉不然炒它是白色的。为何一直煮叶子餐？因为他拿到一个叶子大钱。我喜欢吃，第二是他喜欢吃叶子餐啊。看看我每次煮一道味道啦。是叶子餐，不是叶子餐。
啊，听得懂就好啊。是树叶的叶在。OK， 油缸不要太热了啊，我们就打下去。叫拉油，这叫拉油。来，我们把那个鸡肉切片啊，来拉油一下。鸡肉你自己拿水放。表弟剪到很短哦，尤其后尾啊，是零号啊，表弟都没有头发啊，本来都没有头发，啊，都见肉了啦，啊，他是那个第一号啊，不是零号啊。叶子汤在平常是会很美味啊，做叶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好味啊，吃腻了啦。天天吃，因为吃是，就是你叶子汤，你天天吃来吃去，吃那几样。你吃来吃去吃样那几样吗？ What meat is this? This is chicken. 这个是上肉啊，猪肉的呢？这是猪肉还是鸡肉？猪肉。哎，兄弟，我自打嘴巴，这是猪肉啊，猪肉的臀部的上面一点啊。这上肉属于它的叫做上肉。新加坡不能卖鲨鱼肉了。新加坡不能卖鲨鱼肉啊？啊，马来西亚有啊。表弟爱喝黄酒啊，酒类，所以赞啊。喜欢煮。啊，你拿不到鲨鱼肉，你可以用普通的肉啊。OK， 我们这样做的，现在我要做的是双姜，这个是南姜来的吗？我们很少拿用南姜来这样煮哦。OK， 南姜切条丝啊。南姜是很硬的。老姜啊，就是中棉啊。南姜是很硬的啦、啊，你拿刀不利的话，那你就切不下去。苗豆很好吃啊，米弟啊，叫表弟买一包炸给你吃啊。不能的、啊，我炸了我。等下就被蒸成饭桶啊！因为康熙必须要配腰豆啊！你们是父子 ，Yeah， 是。OK， 叶子餐那个就跑不掉这个喽。来，我们一定跑不掉了，就是。相当各地产的香油，芝麻油和那个黄酒啊，这个是必备的要的东西啊。任何的芝麻油和黄酒都可以啊。双姜不是酸姜，买新疆啊，酸 double 啊 doub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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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两种不同开的姜啊，叫酸姜啊。double 表弟有给油烫到吗？有啊，时常啊，这个油烫到，啊，厉害啊，包切刀。来做厨房没有看到的，这不是做厨房的人啊。现在很多人去培业中心啊，表弟考虑开一间作业餐啊。我说作业子餐送外卖。今天的澳洲姜好贵啊，40元澳元啊，1kg 啊，哇，黄金姜啊，40元澳元啊，嗯，1kg， 妈，100多块哦，这黄金啊。OK， 我们那姜，我们现在是用老那个。先放南姜，南姜炒一炒爆香。我相信，像表弟学了叶子餐，就是吃一点点麻油哎。OK， 他应该放麻油啊，他忘记放 啊。前面应该放麻油，而不是放那个生油啊。对对对，叶子餐就放麻油。米奇也是没有头发，头发是多过表弟的、啊。全系的 sun face， OK， 365天来看我啊。OK， 那么这包包的差不多了啦。好，我们放老姜。拿去包。新加坡可以找到冰冻鲨鱼肉啊！我煮了表弟的四大天王食谱啊，很好吃啊，谢谢你。哎，豆酱你没有想到哦，用黄豆酱来炒真的好吃哦。嗯，昨天呢、啊，我的菜啊，吃完还是四大天王先吃完。嗯，但是叶子餐平时可以吃啊，但不可以天天吃啊，因为会很热的食物啊。没有作业的人吃了会发热啊！等一下滴滴，38度，误会大了。天天煮叶子餐啊，新马的人口啊，明年肯定增加不少。麻油戚风，对啊，麻油戚风啊。刚刚表弟讲到一半，为何他的是寒性体质？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是寒性体质，它讲怕冷，地怕冷啊，所以我吃热的东西没问题、啊。你现在你讲有点吃热一点呀、啊，你讲你是寒性 啊，你讲是寒性 啊，你我摸你身，我摸你的身体啊，都感觉到有温度啊，寒底啦，是寒性啊。来，我们继续再加一些麻油啊，不够啊。宫保鲨鱼要放黑醋吗？有，我们有放老抽啊，你可以放，如果你可以放放那个。
有的人哈、哦，炒宫保王放那个多梅豆，多梅豆、啊、可以吗？多梅豆素那个。ketchup 啊 ，ketchup 啊 ，ketchup 啊，可以放啊，可以放呀、啊，放一汤匙下去，两汤匙下去也是 OK 啊，也是可以的。总之，酸甜的你放 ketchup 的都不错了。宫保的味道是辣中带酸带甜带一点咸。来，米奇不要常吃腰豆哦，会有尿酸哦，尿酸的人就不能吃豆类了。嗯好，来，我们再倒下，我们倒这个酒下去，姜汁，姜汁，来，姜汁放入进去，来，对，放入进去，最后是这个很重要的啊，来，我们呢放黄酒 ，yellow wine， 一个勺子，Mickey， 为什么你有时候讲华语含有台腔？要感谢你啊，纠正我的华文呢、啊，变成台湾腔啊，所以我们要。来放那个老抽，老抽，一个汤匙的，嗯，一个汤匙的老抽，来，半汤匙的，半汤匙的酱青啊。你可以当表弟讲解的时候啊，请不要打岔的话题啊，让他讲完啊。啊哈哈 ，OK 啦。寒底怕冷啊？怕冷的，我是怕冷的。有点奇怪了，你天气冷啊，你晚上吹冷气一定冷啊。可是啊，你跟小孩子讲话很辛苦的。哎，我们稍微少许啊，一茶匙的糖。一茶匙的糖啊，一茶匙半的糖，一茶匙半的糖啊。来炒一炒哎，中华美食有很多煮法，蒸煎炒炸煲焖卤炖炒哎，最后再放什么？来放料酒，最后哎黄酒啊、OK， 我们放黄酒啊，刚才个再加一点黄酒啊，所以希望表弟多方面的尝试啊，各种各用的菜肴煮法，表弟会怕热吧？他是寒底的，他也会怕热。谁作业的？作业要吃了，给我来这里打包。我们应该也吃不完了，今天的菜很多。这个酸姜啊 ，love ginger， 来，酸姜啊，我还听人家说啊，睡觉的时候啊要穿袜子，不要冷到脚，不然会中风的几率高，是真的假的？中风是高血压啊。表弟好久没有万人迷了，是、啊、你要常常来观看我们啊。不再迷人了哦，来，今天颜色三个都是一样哦，三个颜色。来，哎，这个是这个冬菇嘛焖啊猴头菇啊、哦，这个猴头菇。其实他们是说以素食来讲，这个当做是鸡肉咯，啊，当然你可以素食鸡肉，有时他们买遍了素鸡肉有了，来冬菇来焖的嘞，啊，椰子汤可以不要用汤吗？啊，其实炒黄酒放一点糖 ，OK 的。嗯，一点糖 OK 的。你吃不到糖的味道了。啊，哦，吃到不糖，因为它就是调中和。对对对，来，啊，这个是我们的，啊，沙溢，沙溢，对，好、哦，看到沙溢吗？宫保沙溢啦，你看不到是沙，炒出来不知道是沙溢了。好，啊，这个就是，嗯，这个，我们很少吃南姜哦，哦，所以这个南姜穿这个。产生一种 很不同的味道，看一下，味道 很可爱。还是南姜跟老姜啊？欸、老姜真的好吃的老姜呢。嗯，要做这个吧。嗯，姜酒味道一流 ，my favorite。嗯 ，OK， 谢谢大家今天的一些观看参与，帮我点赞，帮我分享。啊，我们已经做了217天，第十七天了。嗯，
150，148天哦，就差不多360天了。那么我们煮了600道菜，600多道菜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才可以煮到今天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5:30准时见。好，拜拜。